掌声欢迎陈英杰老师以及他的好学生黄可怡小姐为大家送上彩凤灵犀。
人啊，夜行足下。何故徘徊不去呢？借茶答月，听琴吧。唐得无忧，知不变。高台。先生
呢燃起无端，又忆过此事当两年前，记三句写诗篇，但当心意转，有村女为君洒扫听除，也学诗篇，如用手教不得钱，一个为质穿挂。落魄诗人啊，历历那前尘，一一眼前重现。正是相见时难，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誓过永不负好事。
日君你，千里拒人，月牙清风，辜负人间美端。行当官宦专权，别后莫诉留过，今晚何日燕归来，终信有
你刺血抄诗啊？正是。哦。还道是萍水相逢啊，不过是现的心交浅，自惭是雕重句，却连你鲜血既人马战，不需掩取石流云，以正相思念，世上难求知己能不真那种思缘，何须山盟海誓言？恩恩沾上血恨丝，今朝珍重献君前。心思句为媒证，好入身先赴本意。流浪已隔同心愿，更加共生一万重。采访